飞行伞的价钱，然后用相机用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今天还可以预约吗？哦、不可以了。好、哦，那请问这样一个人要多少钱？哎、欸，相机的功能。有没有念？我如果想要玩，我就想要加摄影。我也是，哦、一定要加摄影。对啊，那好啦，我觉得我们人生还很长，好不好？凤梨心有独钟的女子。不是凤梨长在草上。不是这样而已。哦。凤梨本来就这样啊，凤梨就长这样，凤梨应该要长在土里，真的、哦？对不对？不是吧？院长，我以为是长在树上啊，然后会掉下来砸到人吗？夸张，没有人，这样很危险哎、欸。状况就是呢，你说，本来我们临时要改五人房间，抱歉的。然后原价是3200，然后结果我们付2000块之后，因为定金1000块，他说是200块，定金3000块、哦，不是定金定金他付了3000块，吵架，定金付了3000块，还剩200块，他就说那就算了，就是我们台东人。那你觉得台东最棒的地方是哪里？这里。啊，没有，我觉得25块车轮比不错。是人，真的太多人了，台东的乡亲朋友，我爱你了，我们绝对会再来的。二房，哇，这，我好智障。很享受哦，你这个狗。
走一步就好了，走，站起来走，站起来走。我、哦、不敢了，不会啦，加油，加油！抓住，抓住口鼻，哎，向前走一步就好了。加油！来，我们一起帮你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跳！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等你们，他其实上去好像就是，可是等下去感觉会撞到石头，哎，那安全帽，那我的手会手，你可能会小心一点。
往回冲，你可能会就是因为你应该卡在那里吧。如果你是正面下去的话，因为它要侧面才进。我不知道脚会不会撞到那，然后我就，我好累哦，我膝盖好痛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你的五点的票是。